小朋友们今天来到了奥兰多的海洋世界。进园之前要安检，看看包里有没有什么爆炸物，然后在这块扫门票进。我们已经买完了，然后打印出来了。咱们一家人游。我们一起照。现在这个排队的还不多。我要爬升了，爬起来了，等会儿要下来了，等会儿就开始听惨叫了。你看妙妙学的站的，对了对了，这么厉害，琪你会吗？你要走。哎呀，鹈鹕。写着动物正在休息，等一会儿十点钟我们要在这儿看第一场海豚表演。你看呀，奇迹，好像今天人不是很多呀，今天是圣诞节前夜。哇塞，太热了，28度今天。奇妙过来，你从这儿看，等会儿看叫啊。看多像马航啊，对吧？看激流勇进，看见了吗？这是阿拉丁城堡啊，这不是。然后这一个大空车冲下来了，你看了吗？哟，这是一船中国人。我们要坐这个激流勇进了，因为我们有这个快速通道的卡，所以不用排队。我们还专门为此买了雨衣。Wait！ 小大、小二身高不够，不让他们坐，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要冲下去了啊！要冲下去了！哎呀，我后悔了，我不该做这个。下去了。再也不做这玩意儿了，他妈这辈子再也不做这玩意儿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做这个了啊。该下去，不会还得再来一下吧？我可不想再来了，脚都吓软了。这不会还得再来一下吧？不来了，不来了！哇，还有你啊！哇塞，完了，我脖子断了。
我脖子断了，脖子筋扭了。他妈这玩意儿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来了，太混蛋了，这辈子不做了。没什么感想，他妈脖子扭了，这辈子再也不做这种东西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高兴啊？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不高兴。因为他们不让你做是吗？就在岩墙。因为你身高不够，他不让你做呀。就在岩墙，不让我们做，就我们生气。有一个小孩也做，但是我已经学会怎么弄 monkey bar 了。那 monkey bar 没用啊！这个人说你身高不够啊。从那儿下去。爬升的时候爬到顶点，下来的最后两秒钟的时候我就后悔了，知道吗？哇塞，现在脚都在颤。他这块有专门的摄影师，然后每照完一张照片，他就给你一张那个扫描的 QR 那种码，一张卡。回头你拿这张卡在你的手机上，当你回去以后可以下载照片，但这都是要收费的。不过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，这种收费还是值得的。我们现在要到湖那边的那个杀人鲸馆去看他们这边压箱底的表演，杀人鲸表演。这里是晚上看这个烟火表演和这灯火表演的地方，灯会。这儿这个音乐灯，灯会跟着音乐的旋律在那儿一闪一闪的，树上的这些灯。奇奇妙妙，妙妙，你们也站到那儿去。我问一下，刚才那个大鱼的表演好看吗？杀人鲸的，好看，是吧？妙妙，奇奇，你喜欢吗？刚才我们看这个表演，杀人鲸，名字叫沙木。你看，给小朋友买这个爆米花，就交了钱，然后到那个摊上自己去拿。这要素质不高的话，一下拿一堆也没人管。这个地方是极地特快，但是两个小朋友好像身高不够不让玩。这个地方叫欢乐港。奇奇妙妙，你们俩敢坐这个吗？害怕吗？不害怕啊。好，那等一会儿咱们坐完了再下来看啊。你确定你不害怕吗？你知道等会儿你要经历什么吗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。走完二。哇塞，又上去了，又上去了。我就害怕这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哇哇，小儿子，你爹这辈子不再跟你做这个玩意儿。怎么这么镇定啊？你爹都不行了，你怎么连叫都不带叫的啊，小二子。哎呦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哇塞，你竟然可以玩，
你爹都不行了。哎呦，对，腿又软了，腿又软了。刚才做完这个我都不行了，你俩行吗？害怕吗？都不害怕呀、啊。哇塞，你没事啊？我看你也没事，但是吗？是吗？我又是一身汗。你看那个悠的悠的都给弄悠吐了，我可不玩那个。哎呀，今天体验了两次从高空俯冲的感觉，真是受不了。哇塞，这玩意儿看着也，我怎么也不敢玩啊？哇塞，这么高啊！你俩敢玩吗？敢。我怎么不敢？哇，这么高！你看，今天虽然是圣诞节前夜，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人，没有那么多人排队。我们要那个快速通道的卡，其实也用不着。而且基本上用快速通道的那些玩的东西，他们身高都不够，不让玩。别转了，我晕了，我严重晕车。你俩别转了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哎呀，等别转了，我快晕了。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好了，你们可以慢慢转了。哦，哎，别转了，我害怕。哇塞，这么高啊！我有恐高症，我真不该过来跟你们一起玩这个。你们俩害怕吗？你们俩害怕吗？千万别转啊！别转啊！我别转！哇塞，我怎么那么害怕呀？好高啊，感觉。你害怕呢？我不害怕，不是你们俩不害怕吗？不是。害怕。不害怕啊？我是不害怕。小二子一点事儿没有，刚才跟我做那个什么玩意儿，也是。一点都不害怕。你想转吗？要。转两下好不好？要。哇，好高啊！你看，只要逆时针转就没事儿。咱们如果顺时针转的话，就会感觉很可怕，知道吧？好了，终于下去了啊！好了，以后再玩这东西都是爷爷奶奶跟你们玩，或者妈妈跟你们玩。我再也不陪你们玩这种。哎呀，我真是，我真快受不了了。要下去了。对，下去了，快点，终于完了。我要采访一下你们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害怕吗？小二这么厉害啊。那里头大房子可以让小朋友在那儿爬那个大网。好了吗？来，我们吃中午饭了。洗手吗？什么？洗手吧。洗手。这儿有一堆这个东西，等着别人给他喂吃的呢。你背后有个鸭子。哎，这就是你刚才看的表演的那个，知道吗？那怎么湿了？我不知道，是那个。这块奥兰多这个
海洋世界里头一份套餐就$10，结果被你小二子全都给喂给他们吃了啊，真能揍小二子，你太任性了。园里头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园，有好多海鸥啊之类的东西在这飞来飞去的。小二子，你不好好吃饭，你拿着这个爆米花吃着挺来劲的。哇，这大风一吹，看着这个上头这个铁柱子都摇来摇去的，悬得慌。这里头马上有小动物表演。你敢做这个吗？敢不敢？做一个吧。你刚才不是挺厉害吗？看这写着呢，彭桂云的帝国。企鹅它姓彭，叫彭桂云。排这个弄企鹅的这个超大的大长队，而且呢要等30分钟排队，但因为我们有这个快速通道的卡，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从这儿进去了。这样我们就避开了那边的大长队，直接在这块儿。Frozen ridge of rock and snow, a gentle colony huddles together. 它这块分两种，一种是那种 wild 的，就是比较狂野的，这边是 mild 是比较温和的。Hot slides and glides into a cavern. Hey, 他这大车是怎么控制的呀？这也没有轨道。Is almost grown up.那么冷，这里全是冰。
有生以来第一次摸到了企鹅。集体上课呢，这是我们住的旅馆。要不要快点吃啊？要不然都挂了。先把你收那块有一个穆斯林正在那躲在这祷告，估计现在是祷告时间了，所以他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那地上有一个毯子，正在这祷告呢。鲨鱼馆。眼睛，还要收鱼呢，还要收鱼。它过来了，你看它的牙，哇塞，这底下还有一只。哇，你看它的腚眼这么大。我们就出来了，对吧？
这厨师乐队，他拿着各种的锅。兄弟，哇，这其实是个真人。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看秀的影院，现在是这个 Elmo's Christmas Wish。 哟，你捡到那个喷的纸了，好看吗？好看吧？一玩就呼呼的往下走，原来是为了捡这个纸。两个人，这回去给爹做个番儿啊。他平时在家就戴着那个帽子，像是那个校帽一样。现在我们再往那边看最后一场秀，就是杀人鲸的圣诞特别演出。这直升飞机在天上飞一天了都。
常愉快的一天。虽然今天一天基本上就是各种的赶各种的秀，但是这些每一个的秀的质量都非常的高，而且都特别紧凑，没有什么冗赘的东西，所以非常推荐，如果有机会来奥兰多的话，一定要来海洋世界看一下。